没事了，好了，没事了啊。你经常做梦吗？你知不知道我会解梦的？待会儿解给你听啊。来，先喝杯水啊，喝水。来，好点了没有？告诉我你做的什么梦？我看见一个见不到样子的男人，他冲过来想杀我。那假如那个男人是你朋友的话呢？他一定会跟你分手。假如那个是你老爸的话呢？那么一定会翻脸。假如那个是你男同事的话，就是说他很嫉妒你办事能力。假如那个是我呢，就是说你对我又爱又恨，非常矛盾。